各位同学，阮即马开始上课，请大家起立。行嘞，大家请坐。伫即个话题继续下去之前哈，先甲各位报告哈，因为一般来讲哈，为虾米我拢会伫一上课的时候先讲一些那个法理，讲一些重点哦，因为。美国哈佛大学已经研究出来，人的注意力哈、哦、专注度啊，20分钟。所以其实哈、哦，囡仔啊，真的是上课要上20分钟，然后就要下课给他们休息大概20分钟，再上课20分钟，这样他们学习的效果最好。嘿，囡仔咱大人嘛是同款，你伫甲人讲的时阵吼，讲法律的时阵，你嘛讲20分钟就回去休困者，你嘛安尼讲到嘴角全部讲2点钟安尼，结果吼、哦，你头前有听到啦，后壁你愈讲愈侪，伊煞拢无听到。我以前吼做业务的经验嘛吼，我讲实在，我共收100万、200万吼，收愈侪钱啊吼，有一个人收800万吼，自头到尾吼，我拢无讲着话呢。我甲伊约几落届，啊约着了，伊坐落伊就开始讲互我听。吼，我甲他问一个问题，我问他一个问题，他回答我，然后我就是想尽办法引起他讲话的兴趣，啊就开始讲啊，我问他你怎么成功的，怎么他开始讲，他讲了2个小时哦。那个企业主他讲了2个小时，然后呢，他就问我说：“啊，你这个要怎么买？”我就告诉他你怎么用。他就说：“你是我遇过最专业的业务员，最专业哦。”一讲2点钟，我讲10分钟，我上专业。咱即摆出去哈，咱即摆出去，咱嘞，你们会很热心的想要跟人家分享台湾民间户，对吧？你会很想要去分享法理，对不对？我请问一下哈。我即摆讲2点钟，有法度吼，从头到尾照我讲的法理，这样2个小时都这样全部讲的清清楚楚的。举个手让我知道，你是神童，过目不忘，过耳不忘，没有人对不对？所以我讲完2点钟，你吸收吼，和你吸收一半，啊，讲到你朋友吼，耳孔内剩10%，所以你会讲得很明白，他听得很模糊，这是真的。而且你会很快的跟他讲重点，你不知道怎么样起承转合，你不知道怎么样循序渐进。我们出去的目的让他接受台湾民政府，结果一出去你讲一讲，他说哇嗨呀，他会替你担心。像我爸爸就非常厉害，他听完台湾民政府，他都没有告诉我，他就叫我来上课。你要上不？我想讲，我爸爸拢来上啊，我找阮查某囝来上。吼、哦，因公司那安尼吼，两个就来上课。啊，听讲爱交钱，两个交1万2。吼、哦，啊讲高级班过来交2万，吼、哦，拢做交3万2。我咧想讲，啊那诈骗集团哦，应该袂骗遮少啦。啊，我阁问讲，啊阁有爱交啥无？无啊，都敢那交3万2。啊，交3万2咧，啊都安尼尔嘿。吼、哦，我就想说，那16000块，我来了解我爸爸到底有没有被骗。来这里有看到每一个讲师拢足专业，足好讲的对吧？迄拢练足久的啦。所以咱即摆伫上完课，你不要急着跟人家分享，真的不要急着跟人家分享。你可以跟人家讲办身份证，很多朋友会听到你说办身份证没问题啊，1000块改去嘛，朋友嘛1000块安尼熟悉者吼。啊，你若甲伊讲吼16000，也差一丢。所以你要慢慢跟他讲，甚至。我建议各位哦，刚开始的时候上完初级班，你带他到州里面去，每一个州都有州的办公室，那边就有人会帮你讲。如果你运气比较好，刚好遇到州长在那里，那州长跟你可以做一个完整的 presentation。啊，没有你带到中央来，啊，运气更好，遇到我在这边，我就会跟他讲得很清楚。哈，一个专业的讲师从头到尾这样讲得很清楚给他听。我们政治局很多的这个委员哈。他们都很清楚，5、6日我都在这里。啊，伊都吼，新店酒会啊，啊有诶都会吼，新店酒酒店就离啊，有当时伊无伫咧嘛，伊都会带来遮，啊叫我来倒讲。所以吼，我们都听过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吼，你应该拢听过，家己诶囡仔袂使家己教，为虾米？家己诶朋友嘛袂使家己教，家己讲，因为家己诶囡仔家己教会安怎？应用不良，离家出走，心理变态，对吧？这是俚语了，好笑的吼。自己的小孩子为什么不能自己教？为什么小朋友上小学以后就听老师的，都不听爸妈的？老师讲也跟爸妈讲也跟我上面无讲，
改拢差不多嘛哈，其实教的都差不多。可是老师他就有他的威严，老师一次对50个学生，啊，对100个学生，校长更厉害，对全校，对吧？所以让你可以把朋友哈，你知道以后，你接触到了，你很兴奋，你希望他办身份证，你希望他可以1:1换正台币，你希望他可以一起来改变台湾的小朋友的未来，让台湾的小朋友未来有梦想。你如果真的希望的话，不要害他，不要让你自己把他讲死。哈、哦，伊本来是我爱和你公公的刷翘去，因为你讲的吼想好啊。我有同心回去就跟他讲啊，你这样子一公干了。就逼嘞，就没人哎。然后他会觉得他的朋友说你给我们便宜啊，那有可能。他把好处全部讲给他听，虽然他讲的是事实，一讲也是熟悉咯。你跟我吼好朋友，我一个我跟你讲，我上完一个课，我跟你讲吼，咱台湾吼有前途啊，咱台湾吼要变天啦，吼！你跟伊讲讲，你即卖办身份证吼，你就会使吼。一块新台票换一块的美金，哈、哦！啊，你有偌济多？你换偌济？啊，你也办好过，也在做终身的公务员哈。主、哦、退休那个你要做多久？你是那个你上完初级班、高级班，你就是政府的大佬哈、哦。像迄当初吼、哦，中国国民党吼、哦、来台湾迄挂老蚵仔同款，你也使领个退休。啊，健保也拜拢免纳，囡仔吼大学的迄助学贷款嘛变形，哈、哦。啊，老人年金哦，一个月2万4至3万6，一直领一直领。哈、哦，你讲讲咧啊，18岁以上吼、哦，有上过初级班、高级班，配一间厝给你。你伫讲的时阵吼，伊是愈听愈无啥啥，你讲到足好个吼，伊甲你伊听完，伊保证会甲你讲讲，你去用骗去啊，那有可能。所以不要自己讲。还有一些东西吼、哦，很多我们都会去遇过哈、哦，你讲的太好，人家会不相信。虽然那都是事实，因为他们已经相信那个，他们已经相信他们被骗了68年的那些观念，那就是注意力啦。注意力哈，他们我常常在讲哦，上课每次都在讲注意力哈。你现在想象一个桌子哈，这样子一个长条桌，上面写的桌面写着“中华民国在台湾”，你相信吗？如果你没有接触到台湾民政府以前，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68年来就这样教你的啊，然后中华民国在台湾下面有很多信念的桌角，要4根桌角才可以撑住一个桌面，可是你的桌角不止4根，为什么？你就会讲中华民国在台湾，对啊，中华民国有空军、海军、陆军呢，哎呀，中华民国要叫我们缴税呢，啊，中华民国要叫我们的男生去当兵呢，现在连女生都要当兵了，没错啊。啊、中华民国它有自己的防卫线，中华民国有海巡署，中华民国有公务员，中华民国一切都像一个国家，所以中华民国在台湾呢、啊，不是吗？你看这些都是真的嘛？啊，人家不是说眼见为凭吗？中华民国已经治理台湾68年了，难道是假的吗？所以你会相信这个桌面，这个桌面哈、哦，是有很多根的桌角去把它固着起来的，给它空起来。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先慢慢拆掉他的桌角，先让他的注意力哈错乱。你也在干懵啊？像我们常常就问他，你敢知影你阿公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阿公，无呢，我阿公敢那是日本人，啊，那日本人那也变中国人。你可以用很多的问句去问他，让他产生怀疑，他的信念的桌角才会开始很奇怪。这样，哎、欸，你知道当初麦克阿瑟跟蒋介石怎么谈的吗？那、啊、你知道为什么中华民国都到国外去都只讲说中华台北，中华台北，为什么不能讲中华民国在台湾？为什么讲中华民国在台北？啊，完整的名称在国外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你丢这些问句给他嘛，他才会产生怀疑嘛。你不要刚开始跟他讲结果，他连思考都没有办法思考，因为你刚开始你一下就告诉他答案了。有时候不一定要在国外的教育哈。德国啊，美国的教育都是这样，让他们去思考。台湾不是，台湾都把你教笨，都是填鸭式的答案。你知道德国的小朋友，德国的宪法有规定哦。德国的宪法，我先讲德国哈、哦，德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哈、哦、是全世界一半，
也就是全世界有1000个诺贝尔奖得主，500个是德国人。为什么会那么高？全世界190几个国家，哈，德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占一半。啊，你知道他们是，那表示他们很会教，对不对？你就要改，对吧？德国老师就要改嘛，才能教出那么多诺贝尔奖得主嘛。啊，请问一下哈，德国的小朋友从几岁开始学？猜猜看。一岁哈，零岁哈，很多人都会这样讲。我们以前的教育哈，小学教育嘛，后来变成幼稚园，后来有三岁要教育，现在是有零岁教育，对不对？德国的小朋友，德国宪法规定，七岁上小学之前哦，德国的小朋友不准去翻那些什么学数学啊、学科学、学什么都不行，就算是天才也不行。德国宪法规定，七岁以前的小朋友，他只能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玩，剃头。第二件事情呢，做家事，帮父母亲做家事。这样子训练出诺贝尔奖得主那么多哎。七岁以前没有学前教育，哎，所以有一个犹太人，他的小朋友是天才，到德国他就说：“哎，老师，你赶快教他，我的儿子是天才，智商150，不行，为什么？我小朋友三岁就测出来是天才了，不行，七岁才能学加减乘除。啊，然后，那你送他到别的国家，在德国，小朋友宪法规定，七岁以前的小朋友就是要享受他的童年，做家事可以学会感恩，学会责任感，学会负责。”所以他们只有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玩，一个就是做家事。七岁以前的小朋友，所以当德国的小朋友真的蛮幸福的。可是呢，你会发觉在德国的百货公司，你很少看到小朋友在头卡底下丢。你会发觉台湾的小朋友哈，尤其是两三岁，三岁天使魔鬼心，哈，为什么三岁天使魔鬼心？一去百货公司，一被阿姨都底下开始丢啦，底下歇斯底里大嚎大哭大嚎，都、就是叫你买给伊啦，无你买死给伊哦。你就要买给他嘛，不是吗？啊，在德国不会耶，为什么？德国小朋友去逛百货公司，他也会有喜欢的东西耶。啊，为什么他们不会在那边丢在地上那个？他们怎么训练的？很简单，他们从一次就会教他，第一次就会让他知道，你用这种方式你要不到东西。我们可以沟通，可以谈论，可以去思考，你买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处？从小就觉得让他思考。所以呢，伊伊那底下的切斯里底下的考试，所有德国家长都知道，大家都不理他。所有人拢不爱睬伊，伊底下安尼家己底下哭，底下头壳哭半点钟好无？第一届就知影讲，我哭，我哭得不到东西，他就不会哭了，下次就不用哭闹的方式来要东西。台湾的小朋友不一样哎，台湾小朋友拢足巧哎，你拢知影吼，在百货公司哦，父母亲怕丢脸，吼，你那底下歇斯底底下哭，有哭的有，无哭无，你那底下歇斯底大哭吼，你们的反应就会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周刊、很多的书上都在讲哈，其实台湾哈，你要节省社会成本，让台湾的人民有幸福感哦，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教育父母哎，这是周刊在讲的。其实我们的父母亲都不会当父母亲呢，尤其是上一代哈，非常认真的在工作努力赚钱，啊，觉得对小孩子有亏欠，因为那时候我们是经济起飞的年代，所以呢，都用钱去满足小孩子。我以前哈。刚开始的时候，在民生东路那里哈，开一家精品店，哈，大概七十几年，民国七十几年，不，那个西元一九八几年呐，民生东路，你知道吗？那时候那种囡仔哦，囡仔哦，五六岁、六七岁安尼提千元大钞来买东西都不手软的，囡仔，我就看讲，哇，消费力那么强，台北市民生社区，啊，也落底下一个人出来五六千块安尼嘿。我们的主力消费者是小朋友，不是成年人，所以我们会去进日本的一些比较特别的精品，这样小朋友这样子买东西不手软、欸、我跟他讲2000多，他完全没有金钱概念，他就会去买了，而且他不像大人还会杀价，你跟他讲2000多，他就是2000多，嘿、欸，你会发觉哈、哦，那时候父母亲是用钱教育小孩，那现在的父母亲呢？我的下一代现在的父母亲怎么去教育小孩？也不会教育啊，所以这叫原生家庭啊，所以小朋友还是要用钱教育小孩啊。小朋友，我的小朋友更是宝贝，所以都要用最好的，然后都尽量为了不怕为了怕丢脸，所以在百货公司都尽量满足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然后都苦了父母亲，
啊，便宜了小朋友，啊，小朋友就知道用哭用闹的药就有了。所以为什么父母亲需要教育？为什么一个教育环境会差那么多，条件会差那么多？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民政府各位未来的高级公务员，你们要开始学习成长，你们要开始跟上哈国际的脚步。我们以后哈，秘书长都有讲，我们以后会派各位，如果各位有意愿，都会派各位到德国。你知道，到世界各国先进国家去学习。你知道德国他们就有一笔预算，他会邀请每一个国家的环保人员到德国去学环保。德国邀请你，他出钱，为什么？他要让你尽世界公民的责任。然后德国哈，你知道德国的电价每天不断在涨，哈，每个月都在涨。德国电价啊，像我们一度电呢，哈，4块5块啊，他们现在已经涨到12块13块，还继续在涨。他们企业受得了吗？他的电价是我们的电价，是他们的电价的几分之几而已，他是我们的好几倍。为什么他们企业受得了？他们多积极正面啊！德国的企业哈，他开始记者去访问他们。这一次我们刚好派天下杂志还是远见杂志，反正就派了去德国去访问。你们电价这么高，你们怎么会有企业竞争力？他们说，我们的国家在锻炼我们企业。我们如果在我们国家哈都可以生存，到国外大变天下无敌手。如果以后要讲环保的话，他们把它当作锻炼，多积极正面。然后他们的那个电哈，每一个乡村哈，每一个乡村去学他们怎么用环保发电，他们的环保的电力自足率已经超过30%。他们希望在未来可以达到德国整个境内都没有核能，所以他们会这样子看到福岛，每一个国家看到福岛，我们台湾最近啊，我们台湾就闷着头继续盖核四，哈，德国是看到福岛。日本福岛哇，好恐怖哦！所以他们决定以后不用核能了，核能到2020年全部要终止。啊，这些我都是从书上看来的，最近的报道，所以没事哈，可以听一些哈，像看电视打开，你都看哪一台？你多久没有看到 Discovery 了？对啊，你多久没有去看了？所以像我的信箱就是 Discovery 哈 ，Discovery Self 发现你自己，所以像这些你们都可以。让自己越来越多的成长去了解，因为你这样才可以造福我们台湾的人民。难道你希望说我们执政之后，人家都讲说啊，还不是一样，跟中国国民党一样，跟民进党一样烂？难道你希望这样吗？还是希望我们执政以后，我们的台湾人民看到希望，我们的小朋友看到希望，看到未来？这是各位希望的吧？我们当然会有红萝卜，也有皮鞭，会给各位比较高的薪水，但是我们的皮鞭也很重哦。贪污唯一死刑，因为我们一执政以后，我们是在军政府的状态，所以军政、训政、宪政，我们刚开始是军政，所以秘书长会一直不断的跟各位强调，公务人员贪污唯一死刑，不要当那个哈，你不要以为我们在玩假的，不要当那个第一个、第二个被判死刑的，然后才讲说哦，原来台湾民政府是玩真的。我们从现在就开始一直在不断的告诉各位，公务人员给你很高的薪水，但是要你廉能，你很清廉又有能力去造福整个台湾的人民。你可以选择你的专业，像我的专业教育，你可以选择环保，你可以选择交通，你可以选择你的专业，你去进修，甚至国家出钱让你去进修，去学会国际最先进的方式回来台湾去造福我们的人民。如果今天秘书长出给你一个任务，你有没有常常去思考？他说2年之内，要从台北到花莲高铁盖好。如果今天交给你，你要怎么执行？这些都是去考验各位，让各位可以去更多的发展。如果各位像我一样，你写出你的梦想，我再念一遍我的梦想。如果你能够这样子，我的梦想就这样，我希望以后未来世界不要有战争了。我觉得如果刚刚把那些战争费用拿掉，去做那些对人类有更有福利的事情，应该可以做更多更好的事情。所以我梦想全世界和平，我梦想全世界不再有杀生，小孩子们可以过着和谐安乐的生活，我梦想国际间彼此握手言和，国际间互相保护互相帮助，我梦想这个几千百万亿年爱心造就的美丽星球不会被摧毁，我梦想它会在和平、美丽、爱与慈悲中延续下去，
是的，这就是我的梦想。我希望各位可以自己哈写自己的梦想。人类因为有梦想而伟大。如果爱因斯坦没有梦想，如果莱特兄弟没有梦想，我们人类会这样子吗？我们的梦想就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舒适，让我造福我们的小朋友。你可以造福台湾的小朋友，你可以造福全世界的小朋友，在你的一念之间。所以我希望各位哈，回去以后想想看自己的梦想。你的梦想越大哈，你做得越好。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各位有听过那个包叔牙有没有听过？包叔牙好像有听过，对不对？那讲一个比较有名的，管仲有没有听过？管仲哦，管仲大家比较有听过。告诉你，管仲跟包叔牙是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管仲跟包叔牙，他们两个感情非常的好，好到好可以同穿一条内裤，真的。然后呢，包叔牙很得到齐桓公的赏识，哈、哦、啊，他们两个从年轻开始很拼嘛，两个一起去打仗，想要为齐国尽一份心力。结果呢，管仲一看到哇，万箭射来，哈、哦，包叔牙往前冲，管仲往后跑，绕跑。然后人家就说：“哎、欸，恁朋友到底呢？你小姐，那结果一绕跑，一讲。”包叔牙替伊讲的，伊讲吼，啊，阮朋友因厝里有八十老母吼，伊在照顾老母，所以伊袂使死。好、哦，啊，本管仲靠包叔牙去做生意，比如讲赚十块，管仲拢摕八块，包叔牙摕两块。好、哦，伊讲哦，你安尼吼，恁朋友拢给伊占你的便宜。伊讲，管仲吼厝里有老母，伊爱饲老母，所以吼、哦，我会较济话紧。齐桓公觉得包叔牙非常的好，觉得包叔牙非常的好，好、哦。他就要把鲍叔牙任命为宰相。鲍叔牙怎么跟齐桓公讲？你也在乎一个国家的迄元首吼，任命你为宰相，哈、哦。最除了他之外，除了齐桓公之外，就他最大。鲍叔牙竟然跟齐桓公讲说：“我帮你推荐一个更好的人才。他这个人有梦想，有理想，他可以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强。他推荐管仲，伊讲管仲册读比我较济，做代志能力比我好。”所以管仲在那时候，那个春秋战国时代，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宰相，帮那个国家治理的兵强马壮，他真的在那个位置上发挥得很好。可是大家都记得管仲，没有人记得鲍叔牙。如果你能够当管仲，我建议各位可以跳出来；如果你不能当管仲，我们要当鲍叔牙，去帮台湾民政府找出更多更好的人才来治理这个国家。哦、所以如果各位有梦想，你就可以当管仲，真的。我们再来讲进入这个、哦、因为时间关系、哦、要把这个讲完。我的投影片有好几百套了，每次收集的资料大部分都是，上课时间大概都可以，因为我可以连续这样讲三天，每一个不同的主题一直讲，在外面开课、哦、肉食是这些疾病的致命原因。直肠癌、心脏血管疾病、乳癌、糖尿病、高血压、肾功能衰退。我那时候我讲我自己本身例子，我讲的是真的。我那时候真的就是齁，早上一定要吃，从早上就开始要吃肉，中午晚上都要吃肉。你可以上网去查吃肉食的肠子跟吃那个植物的肠子，你可以上网去查，都找得到资料。那个画面看起来齁，你会觉得哇，我自己的肠子原来吃那么多肉累积在那里齁。你只要少吃肉，就可以没有癌症、心脏血管疾病、乳癌、糖尿病、高血压、肾功能这些的病变。所以我才会知道说，哦，我是先开始吃植物星素以后，我才知道说，原来我的高血压跟糖尿病是这样好的。克林顿总统开始吃素了，啊，为什么克林顿会吃素？各位知道克林顿？克林顿以前也是大鱼大肉啊，克林顿是美国最有名的总统吧？最会说谎的总统，他不承认又承认。他为什么现在开始吃素了？因为他中风。我们不要等到中风以后才开始吃素，好吧？你看哦，克林顿哦，他开始低胆固醇蔬食，甩肉十公斤，减肥前跟减肥后。牛奶，如果牛奶可以补充钙质。为什么美国、英国、瑞典、芬兰这些在全世界消耗牛奶最多的国家，也是骨质疏松症最严重的国家？所以牛奶到底可不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症？不可以啦。
那为什么都告诉你喝牛奶高钙？哎，不是九次哦。对啊，因为那个牛奶的那个畜牧业哈，他们每年花多少钱在国会啊？去说服、去游说，你买牛奶的钱有超过一半进到政客的口袋里面，让这些牛奶可以继续的骗你，在市面上贩卖。所以不要常常看广告啦，因为广告都会较夸张啦，嘿，所以牛奶像林凤年的广告哈，真的，他说要喝牛奶何必养一头牛，真的要养一头牛哈。牛奶就是化学药剂加感染源加荷尔蒙加抗生素，这样子牛奶你才有办法喝下去。然后你喝了以后呢，除了高钙之外，你还会喝到化学药剂、感染源、荷尔蒙跟抗生素。有一本书叫做《牛奶的谎言与内幕》，牛奶真的哈、哦，让你喝出很多的病哈、哦。这是那个牛奶摄取量跟骨折的关系，哈、哦，不同国家髋部骨折跟钙摄取量之间的关联，哈、哦，每十万人的髋部骨折率，牛奶摄取量。你会发觉喝牛奶越多的美国、纽西兰、瑞典，喝牛奶越多的国家，髋部的骨折率越高。啊，谁喝牛奶喝的最少？我们要学习的国家，新加坡、香港，这都在我们附近的国家，他们早就知道喝牛奶对你身体一点帮助都没有。好，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讲真话。我说我在外面讲，我可能会被那些那个奶制品的那些公司哈这样子威胁恐吓，我没有办法讲真话。在这里你可以讲真话，在这里你可以放心放胆的为我们台湾人民、为我们台湾的小朋友哈，告诉他们不要再喝牛奶了。很多的大豆蛋白质、很多的豆浆、哈米浆，这些都可以让身体更健康。所以真的多喝豆浆，多喝豆浆嘿。然后研究也发现，早上喝豆浆、睡前喝豆浆好处多多。但是睡前喝豆浆记得要去刷牙哈，除非你喝无糖的豆浆嘿，尽量也喝无糖，不会啊，哎，尽量也喝无糖的豆浆，因为你要让豆浆哦变成那个碱性的哈，一样都是要无糖啦，你加糖下去哦，其实你会发觉，你用有机的黄豆磨出来豆浆又香，而且刚磨出来又香又好喝，真正香滚滚。我们家自己都这样磨，所以哈，你会发觉真的都是天然的，然后不加糖的最好啦，你喝久了你就会习惯了，嘿，喝久了你就会习惯了，嘿，人都是习惯的问题啊，嘿。蔬食会不会吃到过多农药？有可能，哈，但是这是台湾。现在目前台湾当局的规定，蔬果谷类的杀虫剂农药残余量要小于10%，好、哦，那你吃有机的就没有啦。肉类食品的杀虫剂农药残余量是55%，这是规定，残余量55%你就可以上市了。哎，一头牲畜一生体内累积的农药，人们在一两餐就把它们吃下去，而累积在你的体内。你知道吃一碗泡面，你的肝要花几天来解毒吗？吃一碗泡面，你的肝要花一个月来解毒。所以为什么那时候在花莲我们那时候在花莲的乡下，真的有那个，高沙族的他们在山上因为交通不方便，小朋友三餐都吃泡面。那时候真的这样，几个月就翘起来，不多，一个月就翘起来。那时候都还有上新闻、上报纸。所以不要贪图这个口欲去吃泡面，真的。我今天得罪很多那个那个外面的食品公司哈。农药 DDT 是脂溶性，一旦进入动物或人体，储存在细胞内，无法排出体外，无法排出哦。你不要以为它可以像泡面一样肝会解毒，哎，它排不出来，然后累积久了就变什么？癌细胞，癌细胞累积到一段时间呢，就变肿瘤。嘿，
直接食用食物链底端的植物，安全有保障。你可以选用无化、无化肥与农药的有机蔬食。现在你就可以开始去研究了。秘书长有讲，我们以后哈一执政，我们就要推广 organic， 而且我们用很高的价格，让农夫哈非常的有尊严。像日本的农夫，他们可以穿西装去上班，到工作室换成工作服，然后工作服工作完了以后，再回去淋浴间冲一下澡，再穿西装回家。在日本的农夫，因为他们的所有的农产品都保障收购，而且高于市价好几倍。我们都知道，像日本人哈，我们为什么到日本都会去买日本的药品啊，日本的那个什么那个电器产品？为什么？我家的电锅就是那时候到大阪去买的，然后用了十几年了，还都很好用。他们的一个电锅10000多块。你会发觉哦，好的电锅哦，好的产品，电器产品都在日本的国内买得到。啊，日本的为什么像已经研究到说高速公路收费站的那个收费员每天在吸废气哦，容易得癌症。所以为什么日本的高速公路的收费员全部都是男生？哎，因为女生会影响生育，所以高速公路收费员是男生。而且日本的车子很奇怪。他们的车子哦，5年，你开5年，第6年你要缴的税金，等于跟买一辆新车价钱是一样的。那请问一下哈，你到第6年你会去换一台新车，还是缴税金继续开你的第6年的车？买新车嘛。所以他用制度高于一切哈，他用制度去规定，然后那些6年以上的中古车就卖到非洲啊，卖到那个东南亚。所以日本你会发觉车子都5年之内的新车。这些都是制度哈，所以我们以后就是推广有机农业，让我们的小朋友从小就吃的健康，吃的营养，吃的头好壮壮，让他们小朋友就不用这样。你知道各位像我们这一代的，为什么都会有这些病痛啊？那个黑色素瘤啊这些的，因为我们从小就吃毒药嘛，一直累积在体内，没有办法排出体外啊。我们吃了多少 DDT 啊？所以从现在开始改变还来得及，不要等到癌细胞哈来找你了，就来不及了。降低血压，降低胆固醇，啊，你吃蔬食，预防中风，改善动脉硬化，减少2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50%以上的心脏病的风险。降低80%心脏手术的风险，预防多种癌症，强化免疫系统，增加平均寿命高达15年，提高你的智商。这是英国2007年《柳叶刀》杂志、2007年世界癌症基金会的报道。所以啊，习惯可不可以改变？习惯可不可以改变？可以啦。成功的起点是下定决心，成功的终点是坚持到底。我们一定会执政，我们只要坚持到底，各位就看得到，不要再半路下车。你只要一直坚持到底，你就会看到我们执政那一天。一样的道理，你要让你的身体更健康。有一个百岁人瑞，有一个记者去采访他，问他，你为什么可以活到100岁？他说很简单，一句话而已。50岁之前他照顾他的胃，50岁之后他的胃照顾他，这样他就活到100岁了。50岁之前，他把他的胃照顾好，50岁以后，他的胃就会照顾他，就这样，这么简单。那就活100岁了。你要为你吃下去的东西负责，嘿。其实哈，你吃荤的、吃素的都一样，都是调味料、煮法。哈，你如果平常爱欠胖啊，上面有人欠胖，红肠头上面有人欠胖，拢无要紧。只是你放落去哦，是青菜。哈，我咧煮完爸爸家哈，伊嘛讲，味拢赶快呐。为什么？调味拢赶快呐。他喜欢吃红葱头，然后煮的那些青菜啊，那你一样可以炒啊，炒起来一样很好吃，色香味俱全。可是身体没有负担，所以你会发觉那只是调味料而已。同样一块肉排，
哦，或者你把它改成素排，你上面淋的那个酱汁不是都一样的吗？啊，你吃的不是那个调味料而已吗？有些人就会告诉我，我有一些，我那时候在上课，很多学生就会告诉我，老师，那不一样啦，那味吃起来真的不一样啦，那有肉味啦，对不对？那有肉味嘛，哦，真的不一样吗？其实吃久了都一样。你可是你要告诉自己哈，我这样吃，我这样吃，我可以有这么多的好处，而且我不用让滴滴滴残留，我一直在告诉各位啊，都一样。你如果在这里，你要很清楚知道，我们在这里是这样在做一个善的循环，善的循环。我们把善知识、好的知识跟各位分享，各位去分享给你的朋友。当你的朋友看到你改变了，你不要想要去改变他们，你不要告诉他们说台湾民政府执政有多好怎样，你不用想要去改变他们，看到你改变了，看到你变好了，他们就会试着想要来了解。这是很奇怪的，小朋友都一样，朋友也都同样，他们都会看你做的，不听你说的。我们朋友回来怎么不一样啊？各位知道吗？我以前啊，以前在做生意的时候，我一样会打牌啊，我一样会喝酒啊。那改得掉吗？我也会抽烟啊，我抽烟抽了14年呢。我女儿还笑我说我吹烟斗，哎，我抽到烟斗去了，哎，卷烟丝这样感觉比较好，哎，那个烟很香，抽雪茄，这些我都有过啊。但是从我刚开始，从我一刚开始跟我讲，跟我朋友讲说我不打牌了，他们刚开始会不会打？也会打电话给我啦，那叫开一定会吹嘛。看到没？欠一卡，欠一卡，啊，大概欠一卡，你就讲你无用，你无用。伊招十届，招二十届，招足坚持，甲你招100届好无？你拢买起，伊就袂招你啊啦。啊，即摆就无人会看到会招我拍牌啊，就没有人会打电话找我打牌了。一样道理嘛。你的朋友看到你改变了，他们就不会再去找你做这些拍台机，然后就会开始跟你去研究阿拜要怎么去帮助台湾的小朋友。这样子生活不是更有意义、更有目标，生活更快乐？那在一个善的循环里面，蔬食用高营养价值的植物性蛋白来替代肉类，其他的营养摄取，谷类啊、水果、蔬菜、菇类、坚果，这些通通一样，调味料跟煮法也不需改变，所以营养完整，口味不变。我有一个在台北，我朋友请我去吃饭，讲足好食的素食，我真正一听我讲吼，哦，真的完全吃不出来，它是素的，非常好吃，哦，在北平东路那里，好，哦，这个不能打广告，所以等一下要想要知道那一家可以来问我。啊，可是这样吃吼，我就觉得说，哦，原来它可以口味完全不变呢。啊，我就跟那个老板聊天，那个老板是我们福伦社的社友，哈，哦，他是我另外一个福伦社，伊讲吼，伊迄个时阵吼，伊伫高雄。啊！因爸爸吼，讲去竹林里面采竹子，哈，结果那个好像跌倒，跌到看不看到竹子刺穿他的那个刺穿，整个刺穿他的肾脏还是什么，在医院急诊，伊都甲迄天公伯啊讲吼，拜托讲，我爸爸拿挖过来哈，我都要食菜，啊，我要煮寿喜给大家吃。我遇到过这样很多的这样的朋友哈，然后他开始开全省素食之家，然后开始开了很多的那个素食店。他用心去钻研，他希望让吃荤的人吃到素的感觉都跟吃荤的一模一样。嘿，啊，所以安尼个开杠，知道每个人的机缘。好，如果各位时间到了，如果各位时间到了，希望各位可以真的是本来一个礼拜吃6天的肉，改成一个礼拜吃6天的素。偶尔再开开荤，这样让自己这样子慢慢的改变。好，啊，当然可以不要吃那些。也可以啦，如果你要吃，你就自己去杀嘛，哈。如果可以的话，谁在吃素？不，谁在蔬食？哈，认识吧？这项，你吃素食呢？他吃全素呢？你拢吃素食呢？这个认识吗？陈树菊啊，
你们讲素食啦？你看到这些爱因斯坦他们都吃素食啊？这就贴上你的相片了、哦。下一个是你哈、哦。多吃蔬食我们要给自己理由，我们才会持续的。第一个，蔬食是 抗暖化爱地球的关键。你希望地球可以持续的一直延续下去，你会发觉为什么它可以抗暖化。我跟各位讲，巴西的雨林在那个亚马逊河那边，它是地球的肺，地球的肺哦。咱地球它有它自己的肺，臭氧层破洞什么都是因为地球的肺。然后自从开始畜牧业之后，它每天哦，每天平均大概四个足球长大，每个小时一直在消失。为什么要去养牛、养鸡、养鸭、养羊？所以地球的肺啊，你自己想想看，你的肺一块一块被割掉，到最后你的肺没有办法有呼吸功能，会怎么样？地球哈、哦，如果没有肺，很可怕。你会看到很多的蝴蝶效应产生，很多的那些各地各方的疾病啊，很多很奇怪的疾病都会跑出来 ，H5N1 啊，哈 ，SARS 这些等等的。蔬食可以保护环境，保护生态，而且重点是哈，你会发觉哦，你吃一头牛，你养它的饲料、养它的水、养它的谷物哈，一头牛大概40个人吃，可是当光那些它一辈子吃的谷物饲料可以养活400个人，所以如果真的地球上哈大家都吃蔬食哈，不会有饿死的人。那我再告诉各位，你知道联合国统计哈，一天有多少个小朋友因为没有食物吃饿死？一天有偌济囡仔哈？一天哦，有偌济囡仔因为无糖好食，枵死，皮包骨，你敢知啊？24000个，24000个小朋友，因为没有东西吃饿死了，这是真的。蔬食可以预防疾病，促进你的健康。蔬食可以拯救动物，尊重生命。为什么你养的宠物狗你就不吃它？它一样是动物啊。难道宠物狗跟外面的狗，为什么外面狗你会去吃香肉？难道它们有什么不一样吗？都是狗欸。所以这是尊重生命的一个概念。我刚刚跟阿尚讲，我刚刚跟阿尚讲说，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所有的童星晚上都要吃素，他很高兴的。他本来在睡午觉，我去二零七给他饿起来，伊讲伊出来传，今天假，大家拢会食素食，无问题。我出来传，传到就澎湃，大家吃。各位试试看，晚上这样看蔬食跟那个荤食有什么差别？应该没有差别很大哈。动物跟我们一样有灵魂，有喜怒哀乐，而且它也会跟你玩，它也会点点点很多哈。动物也会感受到痛苦哈。动物是我们的朋友，它不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如果想要世界和平，真的从餐桌开始做起啊！我们如果不杀生，我们就不会去杀人类嘛，就不会有战争嘛。如果全世界大家都吃素，全世界，这是我的梦想，全世界大家都吃素，会有战争吗？你连动物你都不杀了，你会去杀人吗？然后你相信吗？其实老虎狮子他们也都可以吃素。你相信，如果你相信你开始吃素，大家也都跟着一起吃素了，这是真的。你可以选择吃什么，不论你做什么选择，对动物都有很重大的影响，这完全都在于你的选择。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改善动物的福祉，动物有智慧，有情感，会感觉到痛，它是一个生命体。纯素生活可以创造和平。好，这我今天从刚刚一直分享到现在啊，我一直希望，好，咱台湾民间户收为同心，好，那也是透过我们大家一起，好，我们的努力，好，我们一起来共同的朝这个目标、这个理想来迈进哈。还有跟各位讲哈，鱼哈，鱼呀，它是素的还是荤的？荤的啦哈，哎，我们因为我们那个驻美代表现在来了哈，他跟我讲说他吃西洋素，嘿，什么叫西洋素？又加鱼呀，
所以他说那是西洋素哈。我以后也会慢慢跟他分享哈，其实可以慢慢的进步到哈，这个全世界都可以认同的素食哈，让我们蔬食环保，好一起来救地球。然后呢，也让我们的台湾民政府的同心呢，透过这样我的这样分享，让我们更清楚知道我有法理，哈，我有法理是我们真正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可以让台湾的小朋友、台湾的本土台湾人。唯一的一条活路，这是真的。你会慢慢去发觉，台湾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只有透过法理，一直对美国施加压力，让他们遵照法理来协助我们，取回我们的政权，让我们跟日本一起合作，也让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把我讲的这些自己去咀嚼、去咀嚼、去内化。我们去想想看，咱来想看卖哈，咱不要让咱的朋友分享。我们的目标，我们上完课以后的目标很简单。上课上完的目标就是去跟人家分享，请人来办咱的台湾身份证，请人哈来上咱的初级班、高级班，啊，请咱的朋友哈介绍伊的朋友来办身份证，好，啊，请咱的朋友哈介绍伊的朋友来上初级班、高级班，就这么简单而已，就这四件事情。再讲一遍哈，请人来办身份证，请伊介绍伊的朋友来办身份证，请伊来上初级班、高级班，请伊的朋友来上初级班、高级班，都安尼这简单，就这么简单，这样子重复做这四件事情，我们很快就会让台湾的国际地位再回到正常化。好，那我今天呢就演讲到这里，跟各位分享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同心，请起立。